怎么长啊？吴佩明。哦，他敢来啊？对。这不是在忙吗？他能来就来忙完了吗？今天的无意思哈。嗯。钓鱼量都已经完成了。哦，老师也是来啊。好。哎。你要不要问个问题？老师。这个来金门呢，你觉得在哪边成立画室是最合适的？我来了一年多哈，我觉得金门当然到处都好了，但是这要有很多因素的，语言啊、人员还有环境各方面呢，最后画室落在十八支两的陶然居。我想这里跟十八支两跟陶然居跟。因为十八只羊，十八只羊啊，台湾鸡管台湾鸡啊，两十八跟两个变成两个动物的对吧？十八只羊跟台湾鸡。我懂啊，我们选择十八只羊和台湾鸡。那创作在台湾鸡，生活可能会在十八只羊。我可能比较担心，为的是要更了解更多的金门风土民情。是 ，OK。你现在比较高对不对？我站着头这样抬头讲比较好看，还是这样比较好看？抬头讲比较好看，因为这样镜头是透过这盆景在往上。好。那我就画一下这个，画画的样子。